知道中文学校成立十周年，才过来教中国舞的。我1960年进的舞蹈学校，毕业以后就一直是中国舞的专业。来了美国以后嘛，就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去教舞。但当我知道中文学校有舞蹈班，有中国舞蹈班，我自己就非常高兴来到这里，一教就是9年。在传承中国文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，我自己也很高兴自己的专业能够更发挥，令到整个圣路易斯地区有那么多的人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中国文，所以我很感谢中文学校，尤其是在谢老师，我很高兴地上你的舞蹈课，这是我第二次上你的班，然后我还学了很多东西，你是我最喜欢的舞蹈老师。谢谢老师，我很爱上你的舞蹈班上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谢谢老师教我们跳舞，我很喜欢跳舞，跳舞让我很自信，我还要跟谢老师学跳舞，谢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谢谢老师，我今年跳舞进步了，然后现在更喜欢了。Yeah. 你好，谢老师，我是宋婉玲，我都已经跟你学了2年的跳舞，在这2年里，我学了很多跳舞的知识，谢谢您帮我提高了我的跳舞技能。Thank you.
教就是九年，今年已经第九年了，希望自己还可以教下去，谢谢。